默默无闻的一直在努力做着我该做的事情，我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今天的黄子韬事实。 这个问题还真让我问了，哎，好像确实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我看见了，没事，别说。所以我对你的感觉不是因为外表，而是因为你的内在。 状态太烂了，我一点，太对不起你了，我现在状态真的对不起啊。我觉得我今天特别烂，我很对不起。 来，奥运冠军准备，还有谁？